大家好，我是陈妍一。近年来关注的主题都是针对自身对于人、自然、环境跟这个社会的一些关系。就 CCTV 这个系列，是我去纽西兰驻村常看到他们的一些自然生态及鸟类。但是当我回到台湾之后，我想要试图去寻找，可是却寻找不到。然后另外一个系列是良禽择木耳其，它其实就是 CCTV 之后的延伸延续的版本，就是我开始关注到这些监视器，然后我也开始寻找属于台湾自己特有的鸟类生态。我就找了七种台湾的特有种的鸟类，然后把它绘制在这些监视器。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另类的都市的风景。那这个风景呢，好像是似乎是你在观望的这些鸟类，欣赏的这些鸟类生态，反过头来你其实是被一个一个的监视器在监视着你，看与被看之中呈现了一种吊诡的状态。那我也企图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嘲讽现在的社会。就维纳斯的这个系列，就是我想把怀孕的过程的那些感受反映在这件作品上。那其实维纳斯自古以来，它就是一个表现女性议题的一个造型的典范。那我自己就借由这个作为出发，那所以结合的是我自己怀孕孕期当中的母体的造型。蜂巢它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母体的形象，然后而且它是高度密集化的一个空间。那所以我把这两者我觉得还蛮奇妙的一种不谋而合的一个状态，我把它结合在一起。上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的电子零件，高度密集的现代化的建筑就很像一个遗址的状态，坐落在母体的身上。用超现实的角度去想象，就人类的介入期望带给蜂蜜自然生物更高度文明的一种手段手法。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介入到底是好是坏，对生物本身，我自己是想要嘲讽，然后想要呈现这样的部分，这样。